当你天天吃独食，今天好好整整你。居然还学会了偷看，你我就演给你看看。老公，吃饭了。我倒上水。不想整我，我才不上你的当呢。老公，吃点啥？我才不吃呢，刚看到你往上面抹芥末来，今天你吃啥我就吃啥，坚决不上你的当。看来手保守安全，我也来一根。嗯，这么看辣椒也是安全的，吃完面我也得来一根。哎呦我的妈。今天故意吓吓他，看他敢不敢吃。吃饭了都，吃饭。又想套路我，我可不上你当了。老公，给你拿点肉来。哎，我不吃，不吃，不吃。肉你又不吃？不吃，不吃，不想吃肉。我给你拿点肉。哎呦，这真不吃，今天真不想吃肉。不吃，不吃，不吃，不吃。
你再不吃没有了啊！不吃不吃，我今天不想吃了，不想吃。阿根肯定在这片肉上。奇怪，他咋没事呢？不吃了，我不吃了。我得尝尝。这你别笑。这没啥味儿啊！哎呀妈，都上当！哎呦我的妈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大哥，吃饭了。来了。哎呀，大哥，今天选一个，你是选看得见的呢，还是选看不见的呢？哎，我还选看得见的呢。天气热，来个葱油拌面。你吃饱了吧？哎，吃饱了。我可要开吃了，噔噔。哎呀，还跑上房呢？哎呀，选错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老公，我刚才水龙头忘关了，你赶紧去换一下。还能干点啥你？滚！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石头都没关了呀，这什么记性一天岁数大了，记性不好。行，你吃干嘛？咱我费劲烤的。让你烤个拉面套路，我都想尝拉面这味儿。哎呦我的妈！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
今天查应啊，有几种啥事儿？还是试探一下保险。来这边，小九，没喝完呢。我来喂你个鸡腿。